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Toy Soldiers。上一次我们玩了英国的这个一战战役的前两关，那今天我们一样继续。很高兴看到你们会喜欢这个游戏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就换换口味的感觉吧。所以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我们下一场的战役吧。OK，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战役，我们要守住这一条战线，守住这条路，应该是这么说的。OK， 开始了。OK， 上一次在结束之后，我们解开了一些其他线的东西，比方说像这个，毒气，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毒气好了。敌人会从……等一下，我想看一下。敌人会……首先，我们这个我上次一直我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讲，这个游戏的主要任务目标是要守住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玩具箱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这是我们的玩具箱，所以我们要让敌人不能够冲到我们的玩具箱里面去。所以敌人会从这些路来说，我们在这里放个这个毒气，他们过来的时候就会被毒到，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枪我们还是要有。OK，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我们的破炮，不是破炮，我们的重火炮。那这边有一挺机枪，一挺机枪可能不够，我们在这里再放一挺机枪。然后这边放我们的破炮。OK， 这样感觉可以。来看一下我们。哦 ，OK， 我们可能要自己掌控一下这个机枪，因为有一些人从这里，哎，好吧，他们被解决，他们被灭了。OK， 趁现在我们有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机枪还有我们的破炮全部，哦，我们没有钱了。OK， 让我们叫进我们的下一波敌人。我好奇这个毒气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酷哎！你看，这只是这游戏。你看，这就像是他们就是一个人，然后这里是个后面是个超大的这个毒气罐。这一战的时候最好是这个样子。OK， 说好的敌人呢？哦，他们在那里。OK， 我们来看我们能不能远距离的攻击他们。死。OK。他们为什么全部都往那边跑？他们手上拿的那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是一些超大的枪。我们把下一阶一起放进来，因为我感觉现在场上的人还不够，这个场面不够雄伟。呀！不是，他们一直往那边跑是要……哦，他们可以，他们居然可以跳过这个围栏。OK。我们得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们在这里再放一个机枪 ，OK。好，我们的毒气开始有作用了。哦，这个人那个人，你看这些哦，他们拿的是一些轻机枪，其实。呀，哦，快重装哦！我们的毒气好像不是很厉害啊，他们的伤害是慢慢的。OK， 我们把后面的这一队骑兵也派出来。OK， 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机枪给升级哦。有马上要坦克要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毒气卖掉好了，我觉得这毒气就不是特别厉害。我们在这里装一个反坦克的。OK， 我们先用它来杀一些这个骑兵。哦 ，OK， 我们把装甲车派过来，在哪里？那边吗？哎，装甲车呢？哦，我看到他们在那里。boom boom boom boom。OK， 好，下一台。
糟糕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够不够啊？好像可以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我们的重火炮，重火炮对这些装甲车也是有很大杀伤力的。对，这里怎么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骑兵？哦，他被灭了。OK，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升级哦？对，我们可以升级我们的破炮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再放一个我们的重火炮吧。OK， 我们来操作一下我们这个重火炮，哪边有一群，哪边一群？哦，我们可以射这么远。好，放慢速度，寻找目标，等他们过来。OK， 哈哈哈哈，这太不合理了，我可以控制这个炮弹掉下来的速度。OK，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是什么雪？这看起来好像那种滑雪车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在南极的那种极地车。OK， 我们在这里再放一些凡坦克，因为这些雪橇车还是什么车要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哦，来了！这种车不知道有没有比一般的之前那些装甲车要厉害一点。我们用机枪来打打看。好，机枪应该对他们完全没有杀伤力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我们右边这边也得放一个凡坦克的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但他们速度很慢。把这东西从我面前拿开。为什么这会有红色的这个烟？我这样看不到他们在哪里啊！我只能根据这个我们准星变的颜色而已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红色的烟？真讨厌！把这红色烟从我脸上拿开。哦，这里好像有哦，他们在这里，他们在这里。我有点慌张，慌张，慌张，慌张模式启动，慌张模式启动。糟糕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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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们把这一台给、哦、他，其实有在打。糟糕，糟糕，我们打的，算了，我们还是来掌控这个吧。红色的烟不见了。谢天谢地，其实这些真的就是那个极地的那个那个雪橇里面说，哇，他射的是火箭吗？你作弊！你怎么会射火箭？一战的时候有火箭吗？糟糕，他会把哦，还可以派兵出来。OK， 这要出事啊！我们要先修理这个。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你为什么没有在射？OK， 我们暂时可以缓一下。我们这边这里有一个可能是机枪吧，被解决掉了。OK， 这些血量都还 OK。OK， 最后这一波是什么东西啊 ？Tsar Tank 沙皇坦克。哦，那东西好大，你们有没有看到 ？Holy shit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超级大 boss！ 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东西，我已经没有话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先让他自己打一下。这是个，他是二战的时候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他的武器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武器啊！啊，还有为什么我不攻击你，我不用你们，你们就不打？哦，他在放人呢、欸！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OK， 还好我们有我们的重火炮支援。哦天啊，他放了好多人。OK， 他现在没有在攻击我们，我们只能把那些人交给我们的炮火跟机枪来对付。我们必须专心在对付这个沙皇坦克。OK， 我们快要把他打到，我们已经解决掉他三分之一的血了。哇天啊 ！OK， 他除了放人之外，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攻击能力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用我们这个重火炮打它，会不会比较痛一点？快装弹，装弹，开火！好像差不多。OK， 他已经进到我们这个凡坦克炮的射程了。哇天，他不会是要直接开上来吧 ？Oh my god！ 哦，他直接把我们的那个机箱给碾过去！哦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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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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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走那边不准走那边！哦哦哦糟糕糟糕糟糕！
发展科报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打他？转过来，是你是弯不下来吗？你打得到的，快开炮，重装，装装装装装装装。OK， 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快重装，快重装，快重装 ，Fire！ 还剩一点点，最后一发，最后一发，快快快快快 ，Yes！ 哇、哦，是不是成功了？我们是不是赢了？为什么我们好像还没有赢 ？Yes！ 我们赢了，呼！他这样开到我们面前的那一下，真的超恐怖的。哦、OK，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打这个 boss 战。OK， 让我们继续。哦，我们解锁这个新的二阶的这个重火炮，它叫做什么 ？Mark 6， 马克6号。欢迎你们来到第四场。哦，这一次是不是有空战了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控制飞机了？我们的目标是要，哎，是哦，真的，我们真的有飞机，这知道飞机叫什么 ？British Fighter， 英国轰炸，英国战机。哦，哦，太酷了。哇，而且我们还身上还有带炸弹，我们可以丢炸弹，各位看。biu biu， 哦，这炸弹还是有毒气的。OK， 我们把敌人的飞机给开出来。OK， 我们要怎么控制这飞机？这飞机转的好慢。哦，敌人飞机，敌人出现，瞄准，开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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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哦，糟糕！有人在我们的六点钟方向，有人在我们六点钟方向，拉高，拉高，拉高。哦，我们还可以，我们还可以。哦哦哦！天哪，我们可以叫、哦、电池。我们是玩具飞机，我们要有电池。OK， 敌人飞机出现。我在你的六点钟方向。哦，不对，我在你的三点钟方向。那我现在在你的六点钟方向。哦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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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好像出事了这里。糟糕，我们需要盖一个防空的。起来，这个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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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这防空炮有点酷啊。所以我们好像掉了两分。如果你们看左上角的话，可能我们刚刚用那个来打这个飞机太慢了。OK， 我觉得我防空炮瞄的不是很准，我让他们打，我来布置一下我们等一下面对敌人步兵的基本的这个防御。哦，这被一开始就被炸了。OK， 我们升级它。哦，天啊，他把我们的防空炮给炸掉了。OK， 敌人步兵来了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火炮。哦，火炮可以升级。对对对，我差点忘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装一个破炮，一样我们把它升级。哦，他怎么还在炸吗？还在炸我们的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台飞机是还在是吧？什么东西在炸我们？哦，是那个破炮。OK， 我们要用我们的重火炮。嚯、哦，这重火炮超大的！我们要用我们重火炮把这个敌人破炮给打掉。咻，砰，耶！哦 ，nice！ 哇，天、啊，你们看那个远处有多少人在？有多少人像蚂蚁一样他们在桥上 ？OK， 这，嚯、哦，我们打到了！我都没有瞄他们，我们就打到了。OK OK， 这边有一群人 ，Fire！OK，、okay, 我们要控制加速。嚯、哦！天哪，我们应该杀了大概七八十个，有没有一百个人在那里 ？OK， 现在他们在桥上。Boom！Nice！OK，、okay, 我好像听到敌人飞机的声音了。OK， 我们是不是？哦，我们的飞机又回来了。哦，敌人飞机也回来了。糟糕，我们的防空炮又被打掉了。OK， 我让我们的防空炮自己来攻击，然后同时我们要起飞我们的飞机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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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
起飞。OK， 敌人飞机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而且这飞机好难控制啊！这飞机真的很难控制。我们转的速度好慢，敌人飞机在哪里？哦、等一下，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！不要走！等一下，这个飞机的控制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！你！哦，我们打下一架，还他自己撞那个东西，我不知道。OK， 那边那一架也毁了。哦，天哪，发生什么事情 ？OK， 这里有一架，我们快要没有电了。在没有电之前打下它。啊！来不及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哦，天哪，我们的机枪。还有什么可以升级的吗？没有。OK，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盖的？来看一下哦，我们还有什么空间可以盖东西？哦，这里，这边其实是有空间的。哦，天啊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像是小的装甲坦克之类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在这里装个毒气怎么样？OK， 我们继续操控我们的这个。开火！哦天啊，我们这炮其实可以弯的蛮低的。你们看他们在装那个子弹，他们在装的那个子弹超大的。OK， 又是敌人飞机。OK， 这次我们要好好的操作我们的这个防空炮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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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OK， 一架，打下一架。哦，这架太远了。啊、哦！快快快，重装，快重装！啊！不要炸我的东西 ！OK， 我真的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。算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再装一个？不行。那怎么办？后面还有好多飞机，看来我们要这样子。我们把这个。我们的重火炮给卖掉，然后换成防空炮。OK， 我们让这个防空炮修理一下。然后我们虽然用这个打飞机不太会打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去，我们可以用它去轰炸我们的敌人。在这里 ，OK， 丢炸弹，炸弹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哎，我真的不太会用这里面的这个飞机。好，这里有一台。好，打下来了，我们终于打下一台了。哦，糟糕，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哦、好像有一台飞机飞进了我们的玩具箱。哦，糟糕，敌人的这个，我们在这里放一个反坦克，就以防这些。小坦克一样的东西跑来，对，我们再把这个修理一下。OK， 我们掌控它。啊，回来，不要飞走。哦天啊，我们可以打这个东西，不过那不是重点。啊，回来。啊，不行！我还想再重新试一次，我觉得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哦。不过这个它还没充电充好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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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给我 ，OK。我觉得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。哦，这样子转起来好像快一点。OK， 敌人在哪里？好像我们可以射这个吗？哦天哪，我们可以射这个东西。OK， 转，你为什么总是转的这么慢？哎，好吧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我们已经赢了。这一场有点短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场吧。OK， 我们解开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新的防空炮，第二届的防空炮。
欢迎来到第三场。这场我们的任务非常简单 ，They shall not pass， 他们不准越过，或是不许，反正就他们不能通过。哇，这是他们的轰炸机耶！你们看，这是德国的这个超重型轰炸机。OK， 我们有，这是我们新的二阶的这个防空炮，我们看能不能再盖一个。我不想盖在这么前面，我们盖在这里吧。啊，玩错了，那是我们的反坦克。哦，天哪，我们也有轰炸机。OK， 等一下，让我安排一下我们基本的防御之后，我们再来开这个轰炸机。OK， 升级我们的机枪。OK， 这边我们用三挺机枪，一条每一条路一台。OK， 那我们在这里，啊，就差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盖我们的这个。感谢我们先盖我们的，哎，玩错了。我来盖我们的破炮。OK， 然后让我们来看这个轰炸机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用轰炸机说不定会用的比较好吧。OK， 进入轰炸模式。哦，不对，我们在炸自己人。糟糕。OK， 我们现在要转回去，让我们有点用点我们的这个加速模式。转转，哦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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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咻咻咻咻！快重装我的炸弹，重装我的炸弹啊！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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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趁我们的电池还没用完之前。OK， 敌人呢？哦，敌人在这里了。咻！往右，往右，往右。OK， 没电了，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轰炸机。然后，下一波是飞机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些防空的准备。我们在这里再装一个防空炮，我们把它升级啊，没办法升级，那就算。我们来用看我们这个新的防空炮，看我们会用的好一点。哎，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我得单点，我的滑鼠不能按住。我根本看不到哦，要这样子哦，它是像散弹枪那样子的。哦 ，nice！ 我们用这个的确用这个真的比较简单，因为它像散弹枪一样，我们不用瞄得很准。nice！ 我们打掉它半边的翅膀。OK， 下一波是轰炸机，我们来升级我们这个防空炮，然后升级我们这个迫击炮。还有这个机枪，哦，不够钱了，没关系。OK，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让他们的轰炸机来吧，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超远距离。哦，我们稍微有打到一点。OK， 我们再瞄高一点。这些子弹听起来好像在射什么定书针之类的，听起来好弱。哦，不过哦，还不够蛮厉害的。大哥，我们应该要瞄他的翅膀，把他的翅膀打断，我们应该就不用把他打死，他就会直接坠掉。哦，这台瞄翅膀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要瞄翅膀？算了，瞄翅膀我根本打不到。快快快 ！Nice！ 重装，重装，重装。Yes， 哦，新的飞机又来了，敌人战机，敌人战机。我们把这个轰炸机先解决掉，因为轰炸机会炸掉我们的地面防御建筑物。OK， 我根本看不到这个，它的这个烟太大。Nice， 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 ，OK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损失任何东西。没有，没有。这边是我们本来就没有放东西，所以我们来放个炮火。OK， 我们可以把他们派出来。我们在这里放一个反坦克炮，可以升级吗？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用我们这个
超厉害的二阶炮火，敌人在哪里？开炮！啊，糟糕，太低了，我根本看不到我瞄在哪里。开炮！啊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！哎，他们为什么不冲过来？哦，还是打死了。哦，他们在，OK， 他们的基地。加速 ！Yes。OK， 我们要再瞄高一点。OK， 我们看能不能，嚯嚯 ，Nice！ OK， 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担心。哦，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二战里面真，一战里面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这就是两个轮子，然后像个铁盒子一样。OK， 我们机枪对他是没什么伤害的，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超群众火炮。但是我放在这个位置，我实在看不到。哎呀，我要把这个视角调高一点，这样我就看得到了。OK， boom， 胖达 ，pew， 哎，等一下、哦，左边这边有敌人。哦，这里，哦，那个雪地的那个车又回来了，我们好像瞄不到这么远，可以吗 ？Nice！ 哦，天哪，我们可以用这样散发的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吼！我们下次一定要用在这个，应该用在步兵身上。OK， 我们在这里再装一个反坦克的，然后我们要来操控这个反坦克，因为它完全没有在反坦克。哈哈，不准压过我的，你不准压过我的机枪。哦，没有，糟糕，我们这个要靠这一台了。重装。哦，天哪，快死，不准放人。对，下一台呢？哦，来了。哦，天哪，各位，现在情况有点危机，不要放人，快杀了他。哦，还没有，糟糕。OK， 我们的玩具箱在哪里 ？OK， 这里需要一挺机枪，打死他。OK， 我们把这个防空的给卖掉，因为我们不需要防空的，我们需要的是重火炮。还有这个防空的，我们也卖掉。哦 ，OK， 哇、哦，还有这些坦克，我们可以打得到吗？不行，太高了。这个地方其实放这个反坦克炮好像不是特别合适，因为它太高了。我们把它换成这个重火炮。好多坦克，糟糕，机枪拿掉，反坦克炮 ，boom，no， 我们把他后面的轮子给打掉他另一个轮子，nice， 天啊，怎么这么多坦克？OK， 这应该是最后一台了。对，这是最后一台。Yes，OK，、okay， 我可以稍微缓一下。我真的超紧张。OK， 飞机又要来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重火炮再卖掉，换成我们的防空炮。这个我们也把它卖掉，防空炮升级。然后这个炮火我们要把它转回来，转。OK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把敌人的飞机给派出来了。有没有什么需要修的？喂，这个要需要修。这里机枪已经直接被灭掉了。哎、欸，升级。你呢？你 OK？ 你呢？你也 OK？ 啊，你可以修理，我们修理你一下。OK， 防空模式。Yes。好，这里。呀、yeah ，OK， 现在是
他们的重型轰炸机，这几关通常主要都是防空的空战。哦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们用轰炸机，可不可以对付轰炸机？等一下，我们的轰炸机，快快快快起飞起飞起飞 ！OK， 机枪，哦，哈哈，我可以撞他。哦，他躲开了我们。呀！亚克萨纳班哉！哦哦哦，我们跑到边界的时候，我们被转回来了。OK， 我们继续射他，射他的同时，我们还可以想办法。OK， 我们需要这个电池，让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加速电池。OK， 转回来，转回来，转回来，转回来。啊，这飞机转的实在是有够慢。我们把我们的，哦，我们终于转回来了。OK， 我们来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轰炸机来对付战机。哦，我们把它打下来了 ，Nice。哦，这里一台，这里一台，哦，我们打不到那台了，我们打这一台。快，瞄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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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四四四四四四 ，Yes。那我们打下第一台了。哦 ，OK， 我们。快要没有电了，我们直接离开。然后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损失什么东西。没有 ，OK。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直升机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退回来，退回，退回，退回。啊，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防空炮的视角，大家看得到。这真的是直升机？这游戏是什么东西？一战的时候怎么会有直升机？这些直升机可以干嘛？然后你为什么被打成这样？你还可以飞？天哪，真的是直升机！No！ 谁在靠近我的玩具箱？是这些直升机吗 ？OK。OK， 最后一波直升机又来了。这真的有直升机吗？一战的时候都不是二战，只是一战而已。天哪，那些什么东西？是他们的炮火吗？哎，直升机呢？说好的直升机呢？哦，直升机还没有来，现在是步兵。步兵啊，步兵已经死光了。哈哈哈！我们的炮火太厉害了。哦，直升机来了。哦，天哪，那射得好快。天哪，你们怎么射得这么快的？果然电脑的 AI 射速能够比我手指按的要快。啊，我已经随便乱射了。哦，有两台在一起，快，我们把一起打下来。啊，差一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双杀。哎呦，他在躲，你有看到？他在躲我的，躲我的子弹。Yes， 我们成功了。OK， 谢谢你们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，一样不要忘记帮我分享、留言、按喜欢。